今天来这边是拍第三次咯。欸，想想真的不可思议耶，这首歌你被写在我的歌里12年前，十二年前，看十二年前还有机会再来拍，太珍贵了。我跪下，宝贝，我跪下，你都是自然的恩人啊。好，假装清风在旁边哦，看他一下哦。敲进我心门，拥抱了所有的恨，滋养了干涸，相信我能是你的。苏打绿的成员，让我们对陈嘉桦一鞠躬，答谢，谢谢，二鞠躬，没有二鞠躬，大鞠躬，大鞠躬，千万不能，这个是什么大名？我是 Ella， 我今天来这边是拍第三次咯。欸，想想真的不可思议耶，这首歌你被写在我的歌里12年前，十二年前，看十二年前还有机会再来拍，太珍贵了。我跪下，宝贝，我跪下，你都是自然的恩人啊！谢谢大家，十年后我们再见哦。竟然就这样做下承诺了，除了我们六个人以外 ，MV 出现最多次的人就是你。对啊，你不是恩人，谁是恩人？上一次你还没有呢。对呀。第二次没有你，对，贝斯手没有，我是那个贝斯手。说还不是因为你在录音的时候在那边开玩笑说，哎呀，该不会 MV 要复刻吧？还真的这句话就被写进经纪人的脑里。谢谢你们邀请我，这真的是我。真的，那录音之后所有，可以啊，之后我们每一张都要去啊。拍 MV 的话，把自己推向了。拍 MV 也要复刻。没有啊，没有啊，白色的房子，然后两根，然后我穿的是一个短。你要嘉凯要留长头发。所以，哎，他刚刚又乱讲哦，他刚刚在我耳边说。该不会十年后要再拍一次？千万不要乱讲。那时候你们仔细看 MV 里面的我啊，那个时候虎牙还没有被我整进去，他现在已经整进去了。啊，用这个你可以用吗？对，所以我想说虎牙比较可爱，然后后来我觉得太可爱，我就去整一下牙齿，因为我都发现，年纪大了牙齿会乱，就是会萎缩。我就开始讲你科普一点，对，